但是教育很重要。对，但这种教育不是说那种强势的教育，对老百姓不能说强势的教育，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应该怎样，不能这样，我就觉得就是说啊，润物细无声嘛，啊，下小雨，慢慢的，慢慢的改变，啊，曲折的，渐渐的改变。好，哎哎，好的，首先我想问一个考验性的问题，哎，你刚才讲呢，你搞生态旅游啊，各样嘢咧，赚钱咧，需要道德嘅责任，破坏环境嘅情况之下去赚。啊，我哋又讲社会企业咧，有阵时我哋就话，我哋应该以赚钱为目标，我哋只系需要系以收支平衡为目标。你觉得一个社会企业应该系真系赚钱？道德地就係啦嚇，擺入袋嘅，啱唔啱嘅？首先我堅信可以優雅的吃到菜，就說一桌大家吃飯，菜上來了，不是說要鋪上去，這樣才能吃飽，才能吃飽，而是你可以左右，哎，你請轉到你面前來，加一個菜去，也能吃好。所以存在这个可能的，你兼顾道德和商业效益，所以不是说把道德放在背后，这是跟商业效益完全是一体的两面。那么社会企业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它的社会使命，就是说除了商业效益以外，它一定是有个社会使命，这个社会使命不是说隐藏在背后的，就是直接我刚才说在产品设计、经营管理和营销推广上面都能够深深体验出来，并且通过自己的发展去影响社会，一定是这样，我看法是对的。就是说，刚才看您选址，就是选那个度假村地址，就是也是在一个山里头，但是我知道中国这种地方是不少的。因为为什么会选择那个地方？您是觉得那个地方它就是说开发起来它的，可能说起点就是经济基础会比较高，还是就是说什么别的？也就是说想问您，您是把那个地方的自然风光放在首位，还是把那个地方的那个经济发展程度放在首位？开发难度？当时是主要是看那个土地的资源，就你开发一个环境选址时，关键要看周遭的资源。如果从开发角度、经济角度，你考虑资源配置，我们当时选址就是以广州为圆心，一个半小时画一个圈，研究这一个半小时开车车程之内哪些地方资源比较好，所以这是一个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的。但是说为什么是南昆山那个点呢？这就是一种你要说悬的一点，就是一个缘分啊什么，就还考虑到跟当地人的关系啊，大家第一次见面谈的情况啊，多种元素了啊，那就是有一些偶然性在。好，那您说您是以广州画的圈儿，那您广州画的圈是不是因为您的客户主要是一些珠三角的，然后他们应该是都属于高收入人群对吧？高收入人群，因为听您刚才说都是高管啊什么的。应该是吧，有一些钱。有一些钱愿意出去走一走的话，那应该是不是 Felix 才会关注的那个群体。那既然不是，就是那个拾荒应该不是拾荒者，没意思。那既然你把那个你把客户范围定在了那个高收入的群体里，那您如何向社会推广生态旅游这个概念？这个我有一个观念啊，在中国做坏事的大部分是有权的人和有钱人，穷人做不了多少坏事啊。所以有权的人、有钱的人如果能转变观念，这个世界能产生比较大的改变。所以一方面，我在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我们就致力于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啊，就是公众啊，这边要让它起来。但是另外一个方向，你要改变有权人和有钱人。有钱人很容易做坏事的，他就花钱，你每个人给你发多少钱，你一夜之间可以把整个山头的树全部砍光的。那你一个穷人，你整天你一天砍几棵，你要砍好多年的，做不了多少坏事，啊，所以，哎，
把有钱人的钱赚来用来做好事，这个最好。那劫富济贫。啊好，对我们在香港的人来讲，那个国内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对有的人来讲，有人有那个了解的，就如果那个做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社会企业，都要那个了解的比较清楚情况才能做一个企业。所以那当然要在当地做，那可能是更可行的。但是如果我们那个学生是非要在国内做企业或者做一个跟国内的有联系的企业不可，那么如果要跟那个生态旅游有关系的话，应该从什么地方来做企业啊？怎么打那条路？那首先我马上就能想到的就是组织。你刚才说的，对有些香港人来说，大陆是个神秘的地方，因为太大了，而且政治形态也不同，大家的价值观啊什么有很多的不同，这个不同就是吸引人的一个点。你怎么你不同就要了解啊？因为你现在跟大陆你也分不开啊，对吧？啊，那你跟一个自己不了解的分不开的，那么一个不得不产生各种各样联系的越来越紧密的那个人在一块，你是不是要去尝试了解他？这种了解就是我们从生意角度来说就是市场，你怎么为这种了解搭建桥梁？那么就是说，哎，组织这些要想了解大陆的人，你去了解大陆啊，去知道大，你通过跟大陆的这些资源的对接啊，你把他们带到啊，你要看文化的你就去看文化，你要去这个关心公益的你就去做公益啊，你要了解自然的，我们大陆大把的这种风景优美的国家公园可以去探索，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第二个呢，你也可以做在地的接待。我刚才说香港虽小，但是它是一个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都值得称道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对香港怎么评价，我对香港评价是很高的，它是一个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都值得称道的地方，都值得细细的探索探究的地方。我对大澳渔村就印象非常深，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对吧？那么如果把大陆，我们大陆很多人对香港也不了解，就觉得好像铜锣湾、中环、尖沙咀他都可能都没到过兰桂坊那边，是吧？就是购物为主那么把想了解香港的大陆人带到香港来好好的玩，这也是一个社会态度，是值得可为的。我觉得这方面大众旅游社做了很多，它就是观光为主，但是我没有看到说哪个旅行社说会带去，就是说离岛啊什么去除了去看那个大佛之外啊它很少去会深入到大澳啊什么，大陆团很少去那边有没有这样的新的产品开发了我觉得大陆这个市场太大了，我们在这方面如果动一些脑筋就可以养活一个小公司完全没问题。